你必须写清楚。这两个都是陷阱的。对啊。你不能说你今天后来照片给我看吗？说今天特别漂亮。可是我平常都这样。因为我没化妆就不好看，所以你要装死机皮。这，而且你要，你得具体讲出细节，才有办法照片。嗯。对，比如说。不是，因为你说你们化妆一碗鸳鸯。不像。